一包一包物资装进红色袋子，这些都是要送给照顾户的礼物。冬令围炉是我们个案会喜欢来的，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不只是感受到我们大家给他的爱，还有那一份温情。祝福你啊，新年快乐！他们又一路陪伴我，照顾我妹妹跟我的父亲。也谢谢我们花砖师姐这几年对我的帮助，我会继续挺住，继续向前冲，也希望我的机会能够回馈大家。还有一位陈女士，先生车祸往生，志工给肩膀依靠，让她撑起一个家。每个礼拜二，然后帮我照顾小孩，辅导功课，然后小孩子都玩得很开心，都很正向。而在板桥，志工针对无法参加围炉的照顾户登门拜访。林女士长期照顾卧床的弟弟，生活靠她回收资源还有妹妹回收饭菜为生，慈济关怀这个家庭已经24年。安婷昨天接电话的时候说今天在家里，即使软囊羞涩，还是乐在付出，总想要帮助更需要的人。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。